大家好，欢迎收看俄乌周年詹不停特别报道，我是彭巨。在2022年的2月24号呢，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现在一年过去了，包括在乌俄边界，现在战火还是持续的在交锋当中，尤其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时间点，各界在担心有没有可能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更进一步的闪电作战行动，或是更大规模的侵略呢？现在各界都非常担心，尤其现在战事有没有可能再度升温，因为呢，欧盟还有在美国现在都提供给乌克兰一些重武器，当中我们说的就是主战坦克。随着主战坦克加入，有没有可能导致战事的全面升级，或是就此休战？我们先来看到这则报道。We are not sending our tanks to their borders, but we have something to answer with, and it will not end with the use of armored vehicles. But on the Ukrainian side, the warnings are thick and fast too, and of a renewed Russian offensive with perhaps 500,000 troops.俄军加大火力猛攻乌东战线，乌军担忧很可能只是前菜。随着春暖花开的脚步接近，没有了天气阻碍，真正的主菜图穷匕现。俄军的黑海舰队对乌军来说始终如芒刺在背，现在传出俄军调派能够发射巡弋飞弹的战舰增援黑海，恐怕就是准备策应地面进攻。 10 Russian warships capable of launching missiles have now been deployed in the Black Sea. Ukraine believes Russia's intentions are not hard to read.不仅如此，现在更有消息传出，俄军在马里乌波尔部署了30,000大军，乌南战线一夕之间草木皆兵。Inside the country, it's all beginning to point as the Ukrainian intelligence officials are now saying to an imminent launch of what they believe will be a Russian campaign, possibly opening a front here in or near to here in Zaporizhia, the southern front here. Armada.事实上，乌军自己也很清楚，决战关键很可能并非现在激战的乌东地区。乌南战线自从光复赫尔松之后，近三个月以来战线几乎没有改变，两军对峙，炮击不断，只有零星试探性的进攻。乌军若是从扎波罗热展开大举反攻，最有胜算，不仅能够掐断距离前线只有20公里的铁路补给线，还能一路杀到亚速海岸，纵深只有90公里，就能够一举将占领区一分为二，收复西边孤立的克里米亚半岛如探囊取物。Southern Ukraine was and still remains difficult to defend. Russian forces have had significant success there, most notably by taking the city of Kherson. From there, they tried to attack Odessa, which would have opened their way by land to the Russian-occupied territories of Moldova, also known as Transnistria. 就在同时，乌俄双方再度达成换囚协议，两边加起来将近200名战俘获释回国，双方都想保存战力，眼看决一死战的态势越来越清晰。Next 6 months, it seems to me, and it's our assessment at CIA, are going to be critical. Putin, I think, is betting right now that he can make time work for him.He's betting that he can grind down Ukrainians. 美国中情局长伯恩斯认为，这六个月是乌克兰的危急存亡之秋。然而，根据瑞士媒体《新苏黎世报》披露，上个月中旬，伯恩斯本人密访莫斯科，他代表拜登总统向普京提议，以乌克兰放弃20%的领土，相当于整个顿巴斯地区，作为条件交换和谈，终结战争。但是，美俄双方异口同声否认到底。但是，普京有无可能还盘算着斩首泽伦斯基，拼速战速决呢？去年3月，以色列前总理班奈特曾到莫斯科，当着普京的面这么问。אני צריך להבין שאתה נותן לי את המילה שאתה לא הורג את זלנסקי.问题是普京的保证能信吗？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就认为普京说谎成性，说一套做一套，就连西方国家也唱衰俄军有多大的能耐，大家都看在眼里。春暖花开，决战时刻山雨欲来，胜负犹未可知。 TVB 新闻综合报道。今天加入我们讨论的是国研院军事战略产业所的所长苏子云，苏所长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我们就来看到，其实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大家从整个战况发现，其实俄罗斯没有想象中的强，而且乌克兰也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弱。大家来看到这张图，粉红色的部分包括乌东还有在乌南的地区，就是被这个俄罗斯所占领的区块。我们就要来请教什么您对于这样的战况一年过去了，
你会觉得很意外吗？哦，事实上的确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在将近一年来，就2月24号2022年的时候，当时俄国大举入侵的时候，其实包括西方的情报界，这些都是沙场老手了，因为要当上战略情报官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他们可能参加过波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当时西方都认为说乌克兰可能撑不过72小时，或者是顶多就是一周。那在俄国入侵之后，他是先从这个基辅，就是北边往南打，这是一条轴线。那接下来就在哈尔可夫部分，就是从东北往西南打。还有东边打过来，所以三个轴线。那经过乌克兰，就是说全国的这种就是齐心的抵抗，竟然挡住了，对，而且大家都没有忘记，当时俄国号称是全球数二数三的军事强国，那乌克兰排名非常后面，可能是23、24，那在这种就是物质力量就是远大于乌克兰的情况之下。结果就是乌克兰像是俄罗斯娃娃，可能让俄军觉得打不完，打不完。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就是造成了今天就是俄国可能比较就是难处理的一个结果。事实上，就是依照西方情报界的统计，包括英国的这个 MI6 跟 MI5，乌克兰已经光复了大概55%的领土。所以其实这进度看起来其实算是非常的超前，但我想要再请教教授，一般来说我们讲说战争如果攻下首都的话，基本上也象征这个战事是胜利的。对，那我想要再请教说，其实现在大家在讨论说基辅的问题，首都基辅在这边，其实过去俄罗斯想打都打不下来，但是现在俄罗斯跟白俄罗斯其实不断的在军演的状况之下，有可能在这次的春天，其实他就取到白俄罗斯来把这个基辅打下来，机会大吗？当然我们不能排除任何可能，因为军事上就是说要做最坏打算 worst case， 这是在很多国家做兵推或是说在做这个建军备战的一个考量。但是目前看起来的确俄国如果说要从北边的白俄罗斯就是在进行这种假旗行动，就是说哦，他到白俄罗斯去军演，然后突然挥兵往南进攻这个基辅，我觉得成功几率不高。因为我们记得去年就是乌克兰基本上是处于被一种战略突袭的状况，因为就是在战前虽然说美国也在警告，可是乌克兰方面还是希望说外交上努力可以让俄国打消念头。那在去年的情况，乌军既然说准备不足都可以挡下就是俄军的这个装甲铁骑的这个攻击，那今年的话我想就是俄国想要在攻击基辅的这个成功的概率是非常低的。那如果说我们在过去几个月持续在讨论到的，其实就是这个地方呢其实是巴赫姆特，其实包括乌克兰是非常在守这个点的这个要塞，而且俄军现在其实也加大所谓的攻击力度。为什么这个地方对乌克兰来说这么重要，一定要守住它呢？我们可以说第一个是政治上理由啦，因为就是基辅方面，泽伦斯基总统有感受到西方其实有些国家的确会出现不耐，就是拖了这么久，虽然他们还是很支持乌克兰，还是希望说赶快有一个结果，所以从乌克兰方面，他也知道说要这个收拢谈判，进入谈判阶段很重要，但是起码他是希望收回乌东区域，那在俄罗斯的部分，他也是同样政治考量，因为明年是俄国大选哦，那打了一年就是都没有成果的话，或成果有限，他是希望说在今年先打下一个，就是说比较稳固的成果。那在乌东区域是对俄国来讲是最有利的，因为就是它向前支援会比较容易。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英国国防部整理这个资料其实蛮好的，它有进攻轴线，就是这个 advance 的部分，就是好，这个在俄国的部分，一支部队往西打，一支部队就是往西北方向打，那这边就属于南部战线的占领区。对，所以目前就是从各种公开资料看起来，的确是在乌东这里是比较属于那个就是俄国发动的一个就是再次攻击的一个轴线。刚才主持人讲的很重要，比如说在这边乌东区，我们知道乌克兰就是说最近也歼灭了将近2个旅的海军陆战队的精锐部队。那我们看到就是他海军陆战队用的这种精锐的 T80 系列的战车也都被乌克兰给摧毁。所以目前看起来就是整个讲乌克兰的战略应该是先利用防守来消耗掉就是俄罗斯部队前进的动力，那等到春季
中旬之后，他可能就开始战略反攻，那时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那说到反攻，其实大家很好奇说克里米亚这一块，因为我们知道乌克兰现在他把他的军事目的定在一个，我希望把乌克兰的国土全部都收回来。那如果美军现在也传出有可能帮助基辅，有可能帮助乌克兰来攻下来这个光复所谓的克里米亚，这个机会大吗？我目前看起来就是，美军直接派兵介入的机会，我看还是有限的哈。还可能是说会倾向说提供这个重装备，让乌克兰的部队可以在东部还有在南部都可以达成收复国土的目标。这是第一个理想状态。那第二个在操作层面上面，就如同拜登政府他说，我要捐助那个援赠那个乌克兰 M1 战车，对，可是数量很少，大概是14辆。就是大概只有一个连的兵力 M1 主战车，对，那另外的是 M2 步兵作战战车 M2 步兵战车它都给了比较多，大概比较澎湃一点，大概50几辆，对，将近一个营的部队。但是拜登政府他用意其实是用 M1 来抛砖引玉啦，就是说打破外交上德国柏林方面说，哎呦怎么办，他好像给要给又不给，那既然美国说 M1 给了，英国说挑战者给了，那这样子柏林方面就好啦，我不豹二也给了，那这个就是等于是说整个让北约国家大概有11个国家有理由可以提供军力，这样因为这些其他国家操作豹二，只要说德国点头说 OK，那就全部都会涌向乌克兰，让他要收复克里米亚，或者是说在这个顿巴斯跟卢甘斯克这里的乌东战线就比较有机会可以收复失土。那教授，我想要持续再请教说，包括我们来看到过去一年，大家可能的确对于俄军的表现是有一点点吃惊的，因为他的确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强。在经过一年的学习之后，接下来俄罗斯有可能在整个战略上进行什么样的调整？就你认为？目前大概当然就是我们知道，就是乌克兰方面其实他们也是说是这种义务役的为主啦，因为乌克兰在战前就是公开资料，他就有19万的现役部队，那这一年来的确他扩充到将近70万，那这些都是临时召集的后备部队或自愿加入的这种就是部队，不是我们定义上的这种全自愿的部队，可是打了有声有色。对，那再来相对于俄罗斯的话，他入侵了19万人，然后大概有190个这个所谓的营级战斗群，一般估计就是已经一半被全歼了，那损失的战车大概在2000多辆到3000辆左右，所以他主战兵力已经失去了。那当然就是俄国的国防部长肖伊古他说，我们以后要那个重新就是强大我们的地面部队，要达150万人，那可能是3年后了。所以目前状况来讲，就是双方的兵火力、兵力跟火力就是已经呈现一个倾向乌克兰比较有利的状况。第二个最关键是士气，因为无论是说我们说的瓦格纳佣兵，或是俄罗斯联邦的正规的陆军，在乌克兰就是打的就是有气无力了。相对的，乌克兰虽然说也是义务役的为主，可是他们因为是保卫国土，保卫国土的话，那一种战斗意志就完全不同了。这是目前看到战场上，就是两军就是差异最大的地方。所以俄国目前看起来他的这个反攻可能是无效的。所以的确士气战略都非常重要，但武器也绝对是非常关键的一环。我们一起来看这次报道。M1 坦克主炮一响，声势惊人。除此之外，优秀的运动和越野能力也是这型坦克成为美军主力战车的原因之一。即便是在湿滑的雪地过弯， M1 坦克也是游刃有余，尤其从0到32公里的加速时间只需要7秒，机动性高效加上精准的火力，让 M1 成为乌克兰军方眼中得以拿下地面战优势的抗俄神器。 And if the crew is well trained, it can hit a moving target out to 2000 or 2000 meters on the move, across rough terrain. As an example, it has a night vision capabilityhas a laser range finder, and it has a very good protective capability for the crew in the tank. Adding Abrams to Ukraine's defense capacity is an important step. I just wish it was a step taken in a way that got these tanks there in the next few months and not
in 10 months or for that matter 2 years. Танкова коаліція зараз налічує 12 учасників. Ще зарано називати всі країни коаліції та їхні практичні внески, бо деякі з них ще мають ухвалити формальні рішення відповідно до своїх внутрішніх процедур. Україна担心起来有字，由于这支美国牵头、北约多个成员国组成的坦克联盟，曾经因为各自坚持的外交盘算，差点公开翻脸。 就算法国和西班牙宣布会额外增援乌克兰火炮和坦克，而且波兰也愿意提供训练，但是迟来的援助究竟能不能为俄乌战争带来决定性的突破，仍然不得而知。 As many senior U.S. DOD,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policy leaders have mentioned, the problem with the U.S. tank is fuel consumption. What it gives the Ukrainians is a very sophisticated fire control system. Myślę, że bardzo łatwo jest przejść ze sprzętu posowieckiego na sprzęt nowszej generacji. Nie robi to żadnej większej różnicy, ponieważ jest wtedy tylko kwestia wyszkolenia kierowców działonowych. Zasady prowadzenia ognia są takie same nawet na tym czołgu czy na tym. 截至目前为止，由西方组成的坦克联盟宣布要援助乌克兰各式坦克和火炮已经达到了125辆，这还不包括正在协商当中的其他北约成员国。除了地面装备之外，乌克兰也同样希望西方阵营能够加码援助先进战机和具有远距打击能力的长城飞弹。 Окупанта ставити десь далеко від лінії фронту свої ракетні установки і знищувати ними українські міста. Mr. President, will the United States provide F-16s to Ukraine? No. We didn't discuss the name or the brand. We discussed the platform because it's our necessity to make stronger our capabilities to defend our airspace. Pour la formation de pilotes, cela fait partie effectivement de nos conversations ce midi et cela fait partie de l'analyse globale. 即便乌克兰提出各式各样的需求，但是西方阵营也并非全数买单，尤其在先进战机和长城飞弹的议题上，因为敏感度更高，触及层面更广。毕竟西方国家担心的是，一旦这些武器打到俄罗斯境内，将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 Снова угрожают немецкими танками «Леопард», на борту которых кресты. И вновь собираются воевать с Россией на земле Украины руками последующей Гитлера, руками бандеровцев. 普京发出措辞强硬的声明，显见对西方扩大军援、频频跨越俄罗斯红线的行为已经渐渐失去耐性。除了公布新式 T-90M 坦克实弹射击的画面外，也暗示俄国会以有别于传统的能力来回应西方的不友善举动。TVBS 新闻综合报道。 军武的确非常关键，尤其大家称这一次的战争呢是一个代理人战争，基本上大家会认为说，好像其实俄罗斯是在跟整个西方都在打仗。这么就来看到，其实西方在这次援助乌克兰的军力到底有哪些？一开始的时候，它是支援一些防御性的武器，支援单兵作战，当时其实也发挥效用，因为在基辅主要都是以巷战为主，所以在一开始也非常关键。但后续到了去年年中的时候，开始有中距离的重型攻击武器。 而现在，包括最新的态势是2023年年初的时候，美国、德国终于愿意捐助我们刚才说的坦克车的部分，的确会让整个乌克兰有非常大战事上的提升。但我们也观察到一个状况，就整个西方给武器。 给乌克兰，它不是一次到位，它是由弱到强，由小大，一次一次慢慢给。其实这当中有什么样的考量啊，所长？是，其实像主持人说的，我们这个就是说节目单位这个表，就是整理的非常的好哈，就是简单易懂。第一个就是刚战争初期的时候，当时乌克兰就只有就是单兵作战的武器为主，不管你是说标枪飞弹，然后刺针飞弹。 都单兵操作，意思就是说，让乌克兰就是居于弱势的部队，可以在就是城镇战、urban warfare 的时候，可以用这些单兵武器。
远程就打击这个俄国的战车。俄国的战车通常是用125炮了，125公里炮，射程大概4000公尺，可是标枪飞弹大概在4500公尺，就占了距离上的便宜。我打得到你，打不到我。那当然，其他战术我们可以再说。那制震飞弹就是让乌克兰至少拥有一个野战防空的一个空伞。像一个雨伞一样，可以撑住周边4500公里的这个半径，让这个城镇里面可以稍微部队可以安全。那在战争，就是从去年的四月、五月开始，中期进入中期的时候，就像主持人讲了，海马斯也同意了。那接着就是 M 拐拐拐榴弹炮也来了，那包括就是后续北约开始提供就是 M 幺洞沟自走炮。德国也很大方，说好，我给你猎豹防空炮车，我给你那个霹雳2000的那个自走炮，让乌克兰拥有就中程的一个防御火力，可以打击这个就是俄军后方的一些重镇区域，让减轻这乌克兰部队前线的压力，那这个情况就是说，让他可以就是有机会就是打在哈尔科夫，就是创造一个大捷，整个士气大振，而且把入侵的俄军给驱逐出去。接着就是就是赫尔松等等的部分，那接着双方就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了，就是乌克兰开始就是说他们需要重型战车、地面主战武器。那就回到我们刚才讲 M1 战车、豹20战车，还有英国挑战者。那当然这里面稍微解释一下，就是依照目前公开资料所知道，英国提供的挑战者战车，他们退役的训练官有对媒体说，大概训练要六周就可以了。六周这么快？对，这是一个合格的战斗兵。那这也符合就是豹20战车他在其他国家操作的经验，因为我们看到就是瑞典他们跟瑞士他们有操作豹20。那他们很骄傲我们的那个义务役的士兵，一个面包师傅，六个礼拜就可以变成合格战斗兵。好像都一样，就是现代战车的人机界面比较讲究，容易训练，降低成本啊。所以这样子看起来，乌克兰的确就是目前在波兰境内受训的战车兵，应该在一个半月之后就会开着战车加入战线了。这里有一个比较轻松，就是说在这些主力战车之外，当然都肩甲后炮啦，肩甲巨炮啦。那英国的战车是比较讲究人性，他们的战车或甲车里面都有一个，就是像是电热水机一样的，你把它想成英国电锅也可以，它用意是说，让这个士兵就是不用出战车外面，就可以在里面准备一些热食等等的，降低士兵就是被狙击手那个射击的机会。那当然这就是变成说英国绅士另外一种享受了，就是在战车里面可以泡个下午茶。那当然就是在英国他们战车兵的传统里面是那个还指定谁泡，就是那个装天手要轮值就对了。没有是那个装天手，因为我们知道战车通常四个人，一个驾驶在前面嘛，车长在那边观望，射手就是操作那个射控电脑，一个装弹手就是我们说的装天手，他们就指定装天手去负责泡茶，可能是因为它空间比较大吧。那这个传统不晓得会不会传给乌克兰就不晓得了。那我想要再请教的是，包括我们说的 NY 坦克，其实刚刚有教授有提到说，其实在其他款的甲车或是坦克，其实它的养成的速度是比较快的，而且时间比较短。但是如果说 NY 艾布兰坦克来说，它时间是会拉得比较长一点点，而且它本身它的后勤，它高油耗的特性会被拖累，反而拖累这个乌克兰的战事。我们可以先讲，就是说，M1 战车它采用是这个就是涡轮发动机，也就是涡轮轴，就是它很像是飞机的引擎，只是用轴输出带动变速箱来行动。那第二个，它的确耗油会比传统柴油引擎来得多，因为它在低速运转的时候也会要喷挤掉比较多的油，所以 M1 有做过改良，就是你在阵地里面熄火待机的时候，主引擎就不启动。有个 APU 就是辅助的一个动力系统，提供车内的电器使用，这样就很省油了。第二个 M1 战车，它其实原厂设计的是可以吃柴油，但是美国陆军为了说统一后勤，就是说因为美国陆军家大业大，有很多的直升机部队，阿帕契啦，还有那个黑鹰直升机啦，那这些都是也是一样是涡轮发动机。
那他们吃航空油料，就让这个 M1 也吃航空油料，是这样子。所以紧急的时候 M1 是可以吃柴油的。哦，它其实还是可以转换这样子。对 对, 對。但我就想要请教教授说，好，我们讲说这个 M1 豹二，其实德国、美国都援助了这个举动，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也踩到了俄罗斯的红线。对啊，俄罗斯是说你踩到红线了，可是应该我们从第三方客观来讲，就是从公道博公道背啊，他共俄国都已经入侵人家的领土了，他早就已经把人家红线不知道是在地上磨到那里去了。这时候又说你援助这些重武器是踩到红线，这就是比例原则了。对，所以我想说 ，OK， 这墨西哥方面的态度，可是西方民主国家真正自己心里的红线是说。我提供武器，对，但是就是说我人没有进去，这是我自己的红线，底线啊，应该说是我自己的底线了。那民主这些西方国家，我的感觉是他们扮演是民主兵工厂，也就是提供这些装备弹药给乌克兰。那乌克兰的全国的人口大概4000多万，所以他是可以召集足够的这个人力来加入武装部队保卫他们的国家。了解，不过这个 M1 坦克哦，基本上要等到夏天才有办法出现在整个战场上。好，就像刚才主持人讲，其实战车发展也有它的故事。像当时就是 MBT70 是德国跟当时的西德哦，他们联手来发展一个主力战车，较小，就是可以降低成本。所以当时就是他们本来发展一个 MBT70 哦，那个很大只、很大量、很重哦。那后来双方都觉得这样子好像还是不适合战场使用，就分道扬镳了。所以德国就走向这个豹式系列，那美国就走向 M1 系列了。哦，就是设计的哲学完全不同。哦，那第二个就是 M1 战车，当然是作为现在就是民主国家就是这个主力战车的代表啦。那中华民国我们明年开始也会接装哦 M1A2T 哦。它为什么这么厉害？哦，不是我们自己说，哎呀，就帮他宣传，不是，是因为在第一次波湾战争的时候。他创下一个完封纪录，就像棒球一样，在麦迪纳之战，就是击毁当时精锐的这个伊拉克的那个共和卫队，创下将近189-0的纪录，189-0，对，完投从第一局到最后一局，就是完全就是封杀你不上垒，对，这很可怕的纪录。那当时伊拉克共和卫队操作的最先进的战车就是 T72 系列。所以现在这些老对手又在乌东可能重逢了，那这样看起来就是的确，就是西方的战车可能是还是会比较有赢面啦，因为双方在战车设计哲学上完全不同。虽然说 T72 T80 系列跟 M1 挑战者跟豹式系列原本的设定就在冷战时期在就是欧洲大平原开放的大平原上面决战，那俄国的设计理念是 DI，然后让自动装弹机都在底盘，他们认为这样子反正我射得快，我的火力旺就可以压制你。那西方考虑是乘员的安全，所以都比较高大，他们认为这样可以躲在掩体后面射击，不同的哲学就造就不同的战术战法，那当然就是在战争的结果就会有所不同了。那所长，如果说今天乌克兰接手了这一批坦克的话，虽然说可能到夏天才会出现在战场上，但是接下来部署的部分，您觉得乌克兰会把它放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这样讲，乌克兰的装甲部队其实原本也是操作俄国系列的战车，包括 T72 还有改良型，他们都有。所以他们战车的指挥官基本素养应该是 OK 的，那现在只是做车种的转换，从俄式战车变成北约标准的战车。那我想就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乌克兰的豹二式应该会在4月份就会出现战场，对，因为6周的训练嘛，那加上他隔壁的好朋友波兰手上就有豹二战车了，所以连人带车训练好像就送给你了，就是还用铁路帮你拉铁皮过去呢，很顺啊。那其他国家就波兰给了我们，也就其他国家包括芬兰啊、瑞典等等，荷兰有操作豹二的也一起给，所以他的这个坦克大军。预估可能可以得到目前公开资料看起来是至少大概在305辆左右，相当可以装备就是两个旅的装甲部队，就变两个拳头，那就会在乌东这里变成主攻的力量，收复乌东之后，那接着就是一个螺旋的一个就是迂回攻击，对，顺时针攻击，从东方向下打，
往南走，对，到马里坡这里就是切割，把俄军形成一个包围网，包饺子，包饺子之后，炮兵打，战车压，就把这个饺子给那个压扁收复，那接着再集中力量往南到克里米亚，了解。所以说，的确，坦克是这一次战事当中非常重要的关键。但是呢，其实接下来大家很关心的是，在乌克兰的领空上竟然也出现了气球。我们一起来看这次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上空出现防空飞弹发射之后的危机，这回要拦截的不是无人机，而是多达六枚的俄罗斯间谍气球。противник хоче так само, щоб ми витрачали на ці кулі повітряні, на ці відбивачі, які коштують взагалі нічого. 乌军认为俄军跟风放气球，就是故意要消耗宝贵的防空武器。CNN 记者连线到一半，空袭警报又来。The Ukrainians could run out of munitions. You've got a siren going there.Well, that's right. You can hear the air raid sirens going on in Kyiv. They've been going on periodically through the day. 这名记者其实这个月才刚到基辅，没几天就习以为常。俄军现在还把手伸向远东地区，派出图-95轰炸机与苏-30战斗机共四架入侵美国阿拉斯加领空，美方立即派两架 F-16 升空拦截。与此同时，乌东前线战况告急，乌克兰记者在巴赫姆特附近差点被炮弹波及，瓦格纳佣兵团也开始收束包围网，头目普格里金志在必得。Для чого нужен Бахмут? Бахмут нужен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лностью парализовать украинскую армию. И она, собственно говоря, парализована.只是外传俄罗斯总统普京忌惮普格里金功高震主，下令国内媒体不得报道瓦格纳集团的动向。毕竟一山不容二虎，瘫痪乌军的功劳可不能拱手让人。TVB 选总报道。好，的确哦，在乌克兰的领空上看到气球，大家也会觉得怎么这么巧合？因为包括美国的领空才刚出现过，但竟然乌克兰的领空上竟然也看到了遏制的气球。我想要请教教授，如果说我们看到美国领空上的气球，中国制的跟这个遏制的在乌克兰领空上，两个本质上是不是有相当大的差异啊？只是我觉得，也就是说，目前就全世界这种气球热，让我想起一首歌《告白气球》。告白气球，对，那当然这个就比较像是恶性的告白了，就把气球放到人家家里去，哇来啊，我来。这个气球包藏祸心就对了。对，哦，那刚才主持人讲这个很重要，就是中共他们吃的气球，当然就是说也通称分两大类啦，一类是气象跟科学用，一类是纯军事用的。那差别在第一个在 size 看就不同，那第二个气象用跟科学用的那个是比较无害的，那回到这乌克兰战场，目前俄罗斯他操作的可能是比较倾向是气象的气球，那但是他别有用心，我大概在解释。那为什么说中国跟俄国它的气球会不同？最大是来自于材质，材质不是下面那个吊舱里面那电子装备，那个其实还不难，最难的是气球本体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大气科学嘛你爬山爬得很高就皮唰。那就是那个呼吸不过来，因为大气密度变低了，气压变低了。所以你想想看，这是美国说他们在高空中看到这气球，62公尺，比自由女神还大呢。那它在低空的时候可能只有30公尺哦。那就是随着气压往上跑，它就会膨胀，就会逐渐膨胀。膨胀就是可能变成三个校车那么大。可是它在低空的时候可能只有一个校车那么大。那这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它越高，膨胀系数越大。那它这个蒙皮就是气球的那个皮就要很坚韧就是它那个韧性就是那个材料科学很重要那俄国目前可能做不出来所以俄国气球大概就是在中低空为主那中国的气球是在2010年取得突破了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解释那个株洲有一家株洲橡胶公司他就研究这种材料2010年的时候中共的气球第一次突破30000公尺那回到俄国，它气球就没办法所以它操作这个气象气球，基本上是一种电子战的一个反制，也就是我们从外电报道可以看得到，乌克兰指称的这些俄国气球下面有个角反射器，也就是它是一个三角形的铁锥形的挂在气球下面。用意是让雷达容易取得反射的雷达波，就刻意要让乌克兰来发现。对，那他刻意让你发现，就搭配我的无人机的时候，乌克兰的防空部队在雷达上面看，有六个目标，加上一个无人机是七个，
他们就会就是比较难判断说到底要不要击落、那你击落就消耗你的弹药，不击落就可能会有潜在的威胁，所以才刻意说，所以我们刚才讲就是俄国的这个气球故意让你看到是一种恶意的告白，恶意的告白。但是其实这个气球是不是也常常被人家说它是几乎零成本的无人载具，我刻意让你发现，然后消耗所谓你的防空力量。但是接下来大家也会在想说，所谓的防空的这一个非常重要必须要歼灭的对象就是无人机了，尤其在这次乌克战场上面，其实无人机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就是用此呢来击败目标或是这个相关的火炮侦察目标。我想要请问教授，是有没有可能接下来俄罗斯把所谓的无人机跟所谓的气球混在一起使用，其实达到一种混淆的效果？对，这个就是其实我们在军事上专业讲就是 high low mix， 就是高低配啦。对，就是高低配是一个相对概念，就是正规的战机搭配无人机，正规的战机比较贵比较精密，那无人机就是比较便宜比较那个简易，那跟气球比起来，无人机又变成是比较高的，那气球是比较低成本的，这种搭配在战术上就是一直在不同的组合，所以我们才说战争是科学是艺术。那像您说的，以后绝对会俄国会继续这样用，因为气球的成本毕竟是比较低的，除非像中共那种高空气球，那个就可能很贵了，因为材料的关系。但是目前就是美国击落这个气球之后，就给各国一个启示啊，包括英国跟日本都说 OK， 以后只要有气球进入他们领空，他就会强硬的把它击落。那接着就是说，在军事科学上面会有很多更快速的这个反制手段哦。第一个就是我雷达其实是可以调整灵敏度的，一般就是从雷达的科学跟大气科学来讲，一般我们看的防空雷达侦测高度是30000公尺，那因为气球在那边飘啊飘啊，忽隐忽现忽隐忽现，所以雷达的滤波器会把它当成杂讯，忽略，对，把它忽悠掉。那现在就不是了，现在说 OK， 好吧，你可能会这样过来，我就宁可就灵敏一点。那第二个，中共为什么要发展这种气球？它已经是第二大太空强权，有540枚的卫星，因为它可以取代很多卫星不能做的事情，可以收集大气资料啊，然后监听地面的这个就是电磁辐射讯号哦。那另外就是第一个是心理上，一般人会认为气球比较没有威胁，比较不会有警戒性啊，那可能是气象用，那可能科学用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讲雷达的这个侦测的上限。那第三个是雷达的这个侦测死角，我们称为灯下黑啦，有点像你蜡烛 最黑的地方，反而是蜡烛下方，对，有点像灯塔，你可以照射海面上20海里，可是灯塔下面那雷达是一样，就是它会有个 scan angle， 就是它的仰角可能在70度左右，所以在雷达正上方就看不到，所以它的渗透领空之后，可能就会形成一些你的侦测死角，有点像我们眼睛可以看前面，就是有所谓的盲区就对了，但是我们看不到头顶那这就是中共它发展的气球的一个用途那这跟俄罗斯不一样，俄罗斯这个比较像是战术骚扰型的那我们刚才解释说，未来军事科学很快速回应是，你很便宜，对，我可以用更便宜的手段打爆你雷达第一个调整这个仰角跟那个就是灵敏度，可以提高发现率。第二个，如果是中低空的，不用雷射，雷射帮你击落。这个雷射防空系统，美军已经开始进入那个就是初始战力的测评阶段了那发射雷射的话，一次$2，其实蛮便宜的。对啊，就等于以后你可以想想，这恶意的告白气球满天飞来的时候，就不是用这个响尾蛇飞弹或什么，而是用雷射把它摧毁了甚至说未来空军的这个狭舱就也可能就是我们知道战机的翅膀下面可以放很多不同的吊舱嘛，也可能会出现空用版的这个雷射系统，就专门用来打气球的所以现在大家会质疑说，你拿这个防空系统去打所谓的气球或者是无人机，会觉得有点大炮打小鸟的概念。所以未来这种情况在乌克兰战场上有可能是会可以避免的，会被各国就是列为就是一个就是要重新去思考的威胁第一个，我们知道说国家安全是无价的它不是价格，它是价值。所以美国用这个1400万的响尾蛇去击落气球在我算，
你要算那个$70,000的飞行成本，因为 F-22 一小时飞行成本三万五，一个 pass 下来通常是2小时$70,000、哦、那可是同样就是说国家安全是无价的，它就不是价格计算的、那考虑到未来这种威胁可能会变成新常态、那各国就会把研究中的这雷射武器就会再给它那个加速的研发、一个雷射炮大概目前所知道是大概在就是可以到将近50kW的一个能量、它可以击落无人机。以色列铁穹的雷射系统可以击落迫击炮、迫击炮你知道那个弹头是钢做的嘛、被雷射照到不久它就开始那个融化、那就改变气动力就掉下来、所以你要打破气球的话就更容易了、甚至就是说之前担忧你用机炮在气球上面开好多洞，它还慢慢小轰还是会飞。未来雷射可能就是或直接就是给你切一个方口，让你整个破大洞。所长，其实现阶段来说，其实会不会对所谓的乌克兰的防空的系统算是比较会造成比较大的威胁跟压力啦？因为虽然说他们现在其实有美国捐助的爱国者飞弹，还有包括美国捐助的国家安全防空系统，还有 RST 空对空导弹德国。捐助的还有其他国家所提供的这些防空线的确让所谓的乌克兰架构短中长线的一个非常好的空盾，我们可以这么说。但是其实现在这些气球这些无人机其实连带也造成这些所谓防空系统比较大的负担，尤其可能有混扰的状况存在。但这么多的系统要整合在一起，是不是其实对乌克兰来说也是一个难题中的难题？对，您讲的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看到就是战场上飞机、坦克、大炮那个是一回事了，但是他要看到后勤尾巴，就是你要操作这些武器，要很多的成本在内，就是我们说的你要有战略，但是你要考虑到你手上的 resources 资源，这两个并起来才可以让它变有效的一个系统。第二个就是目前乌克兰状况的确就是民主国家提供了这些武器装备，我有什么就给什么，对，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说比较白话点讲，有可能像八国联军啊。还好一点是说，因为北约跟美国他们在60年代开始，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就已经讨论这种后勤的相通性，因为一直要打坏人红军嘛，就是当时的东欧，当时的波兰是坏人了，但是属于华沙集团，就是苏联的好朋友。在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他才变成西方的好朋友。所以他们的后勤包括武器弹药的口径，比如说自走炮都是榴弹炮都是155或105的。那战车炮现在都是120的通用系列，甚至法国的飞弹可以挂在美国战机上面，因为那个通讯协定 protocol 都已经说好，有点像你的 iPhone 手机或 Android 手机，可以吃中华，可以吃台湾英雄，可以吃等等等的，那个都已经讲好了。那剩下就那个就是说零组件可能没办法，这就的确没办法，所以这个就需要就是说后勤资源的部分，是问题是出在这一块。所以现在我猜就是在乌克兰战场上面就是这些各国提供武器装备是扮演就是说打坏了立刻后送，乌克兰也不修了，就送回原始的。其实整个西方大西方其实都是所谓乌克兰的后勤部队，都是我的修车厂。对。那我想要再请教，其实我们刚才讲坦克还有讲这么多所谓的重装备来说，其实尤其是坦克也是这个泽伦斯基乌克兰的总统其实喊了很久西方才愿意捐助给他，现在他希望要的是西方先进的战机，尤其是 F-16。 我想要请教一下就是所长哦，其实现在泽伦斯基非常希望可以拿到战机，他为什么想要这些东西，而且他拿来想要怎么用？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当然体会那个就是泽伦斯基的心境啦，因为他你要有比较好的一个制空能力的话，防空部队就是飞弹可能是比较静态的，那如果你可以搭配机动的这个飞机的话，你可以快速弥补这个漏洞。所以在乌克兰的所谓的防空系统当中，应该说他的战机的这个空军的战役当中有什么样的缺失，他必须要赶快把它补齐。其实乌克兰就是在战前大概统计就大概平均在56架的作战飞机，我们称的战斗机啦，就是米格29跟苏27系列，也就是在战争中期我们看到基辅之鬼在空中到处抓俄国的飞机跟那个直升机跟巡弋飞弹等等的。所以他空军是非常脆弱的，所以他无法提供有效的防空。那我们可以理解防空飞弹跟这个战机的关系，你把它想象成像棒球，
就是一雷手、二雷手、三雷手，就是由防空飞弹负责。耶、yeah, ，我在这里。嗯，那那个战机就像游击手，啪啪照，就是到处有漏洞，它就可以去捕捉。哦，那当然战机的成本是很高啦，所以说一般就是比较居于守势的国家会以飞弹防御维系为主。嗯。了解，那其实现在包括 F-16， 当然法国这边说，法国总统马克宏就说，好，我不排除可以给你，但是大家在问到 Joe Biden 美国总统的时候，他就说 No， 而且他说不会向乌军提供这个 F-16 战斗机，但是大家对这个 No 就有非常多的想象空间，到底是绝对不给，还是现在不给？教授怎么看？我观察的是现在不给了，现在不给哦，因为其实战机的确是会比较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武器，因为没办法，就是你今天会开手排车哦，那跑去开另外一辆无挡的手排车哦，你可能要两小时就可以 OK 了，了解尺寸或者方向盘含舵轮急转等等的，那战斗机就不这么一回事了。依照公开资料，就是比如说陆克空军基地，我们中华民国空军在那边。配那个就是驻地训练的哈，这陆克空军基地公开资料就是 OK， 你要成为一个合格的 F-16 飞行员，哦，你至少大概最少就是90天，500个飞行小时，哦，这是指你已经有这个初级教练机飞行资格的，哦，那再转换成一个喷射机飞行员，哦，那当然就比较久。那第二个，我就像今天。英国的防卫大臣华勒斯公开讲了，不会给乌克兰这个战机。对，哦，一方面是英国手上这个台风型的战机就160架啦，那可能也不够给他。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讲机种转换，第三个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我也很喜欢形容概念，就是战机要能运作，就像 F1 赛车一样，赛车手。赛车 OK，可是你要赶快进站，跑几圈就要进站，那是一个庞大的后勤的工程师。那从公开资料我们知道，平均一架战机至少都要25个地勤人员去伺候它，有机务、有电务、有油务、有弹药室等等了，所以就是操作一个机队，它后勤的负担是很大。那目前看起来，乌克兰的确是比较就是无法去承受这么多啦。那未来就是。是，如果说时间拉长一点是可以的，所以等于说还必须要用时间来换取这个军援的空间。但是如果真的今天乌克兰好，西方愿意提供给他，包括欧洲、包括美国，他真的拿到手的话，会不会也导致整个战事会有进一步的升级，或是有可能导致这一次的乌克兰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有进一步的突破吗？我想就是乌克兰应该会信守对西方的承诺，就是不用西方的长程武器去攻击，它也是节制性的使用，它不会去攻击那个俄国的本土，这是我想乌克兰在将近一年来的就是跟西方建立这种军事互信。比如说前两个礼拜我们知道乌克兰有用这雨燕这个无人侦察机改装的这个就是巡弋飞弹攻击莫斯科南方就是的城市，你可以看得出这个战术动作，他在向乌克，在向俄罗斯传递讯号，也在向西方传递讯号。我攻击俄罗斯本土，我不用你们的武器，我用的是当时苏联留下来的这个武器——鱼雁无人机。然后我传给莫斯科的讯号是说，鱼雁无人机是当时我们一起拥有的，你也知道它性能，可以飞1000公里呢，所以要打你莫斯科不是问题，我就是打你旁边的周边的卫星城市，意思就告诉你哇怎么着，我不像你俄罗斯一样乱打，所以他传递出的这个军事行动的后面的政治讯号非常有趣。那我们看到就是在莫斯科的一些政府大楼顶部开始摆出这种铠甲的防空系统，就短程的防空系统，用吊车吊到屋顶去，他也在做防空的行动，所以我想就是从这个就是战车到这个战机的部分，乌克兰它就是在短期内4月、5月的时候是有机会收复一些领土，但是战机的部分可能还要真的夏天、秋天之后了。所以等于说，接下来这个战事，如果按照这个武器的支援，还有整个战略的分布来看的话，可能这个战事还会持续下去。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所长加入我们的讨论，感谢您收看，我是彭巨，我们再会。俄乌战火一周年，俄罗斯谋划春天大举进攻。西方国家接力军援乌克兰主战坦克，泽伦斯基等不到战机。Вільну Європу сьогодні вже не уявити без вільної України。
西方盟邦相挺，是否扛得住经济衰退考验，甚至现实角力，还有大国势力竞逐。俄乌周年战不停特别报道，请锁定 TVBS 新闻网。